我靠，那太阳站旁边，我靠。你看你的大梁呢，你看你的大梁呢，是单股的，是单股的。这都是保你的房子，主体我们办，我们办这个，再给豆腐渣工程那种，我们办。东海路高架桥，重庆大世界，重庆大世界门口，一级商贸园，都是要过去的。现在的道路差线都要过去。手都可以把那些丝来剪，那种质量我都怀疑那个大桥偷工减料了，看嘛，那个。好恼火哟！做主呢？啊，下次，大节奏，主节就到了。你看这个钢筋呢、啊，全部都爆出来了，才两三年时间，你看看多可怕！这样的污泥敢住吗？而且砖种的是山上的砖，有红砖，有这种青砖，还有那种水泥砖。这个砖质量特别差，这种房子你们敢住吗？山上的烂砖头都给我们立的墙。别过，别过！别过！我操！走了，塌了，走啊！这里先别过去了，还在塌。哇，还在塌。别过！我操！消防车。这钢筋我一摔就断了，这你摔下我。哎呦我的！我的家伙！哇，这个房子太吓人了，裂了，这种房子你看，像地震了一样。这不是地震了，它这
对，太危险了。